程总是我20多年前的朋友。哇，但是大家相信吗？不相信。刚才10分钟之前，我和程总是相隔20多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程总才25岁，那就是我他1岁的时候，24年前，认识他。我相信。Okay, 然后David， 像 David 这么一个优秀的帅哥，我今天是第三次见到啊，今年不是，是有史以来第三次见到，有史以来第三次见到。但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原来说我们可不可以谈一下，结果从15分钟变成了一个半小时，大概是这个时间，在川艺产业园的时候，然后当时 David 告诉我说。他在嘉博城这边有一个很大的 office， 准备要搬过来，然后我一直在关注，我说什么时候过来开业的时候我就过来吧。然后前几天他说就是1月14号要做这样一个 party， 要做这样一个活动，但是我当时立刻回答说我可能来不了，因为我们原定就是给佛山一些外贸人做那个叫做商业英语演讲培训班，连续6次，今天培训到第4次，原定是下午的，后来我经过跟其他朋友商量了一下，就把这个时间挪到了上午，结果今天下午非常荣幸的能够来到这里。我就不占用大家太多时间，我非常喜欢你们的一个 slogan 叫做 slowly but never give up。这里面我想到的，而且你们是从蜗牛到雄鹰的这样一个蜕变，我专门看了有关 David 的一个采访，就是前几年是吧，财富正前方的那个有这个雄鹰的心，所以我在这里我立刻想到两句话，一个是Winston Churchill 丘吉尔先生在面临德国攻击英国最危险的时候，大家都看到最暗时刻前段时间的这个电影对吧，他在国会做了很长很长一段讲话，但我只记住了，因为头发少了哈，记性有点不太好，我只记住其中一句话，那句话就是他对英国国会以及全体人民，也可以说是全体站在正义的一方的人说的一句话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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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render。也就是说他说了4次永不 surrender， surrender 的意思跟 give up 是一样的，永不投降，永不放弃。结果英国在这么困难的时候打败了那个凶残的法西斯希特勒。第二句话说到雄鹰，我又想起了一个电影，当然这个电影是比较老的啊，像我这种所谓的90后，我看到的电影都是比较老的，就是《肖申克的救赎》，里面那个老头子说了一句话，他说 Some birds are not meant to be caged because the feathers are just too bright。 中文的意思就是有的鸟它从来就不会被关在笼子里面，因为它们的羽毛太漂亮。他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座的不断努力的每一位朋友。佛山师范学会，那我再用30秒钟做广，佛山师范学会的广告可以吗？可以。佛山市外语学会成立了，也是2010年成立，它是以前基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的那些英文教授博士老师这样一个群体，但是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我被获邀到佛山市外语学会开展一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决定把它扩展到全社会，服务于所有的人，所有喜欢外语利用外语进行提升自我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的话我们决定就是在整个2018年要服务更多的在佛山市对外语和外贸感兴趣的朋友们，而且我们链接的是外贸人。我们佛山市外语学会的口号叫做
佛山与世界对话的新名片。The new name card, a dialogue between Foshan and the world. 谢谢各位。